国河北因为大雨不断哦，结果路树因为树干腐烂经不起风吹雨打，突然就倒了下来。但这个人也未免运气太好了吧？我们看到这外送员哦，本来在树倒的下方，但是呢，在倒下来的这一刻，他却巧妙的闪过，幸运逃过一劫。原来树看到他也会自己闪开。